人本名叫做李宝碧，今年31，但外表特老气，身高173，体重有91，驾照我有，小型车我还是老司机。克林顿最爱找你问是肌肉，这个部分讲起来好刺激哦。我是传播系，大学在此机，上来电视宣传风马是好刺激哟。Like it is coming bro， 他屁屁发金楼，我肩胛拍满100块，我立刻当你婆，再多加100就能轻轻下药帮你磨。小弟你放轻松，我功能特多，还会拍片剪辑，价格实在，人有奶茶还比外面便宜。I don't be for the shot， 还会写 illustrator， in his eyes catch up， PowerPoint 全都会的，没人骗的。拜托三个机会，我屁股教练职高，又有谁能匹配？我知道让我进棚会有太多人会心碎，说我饶舌技巧只是网红里的低配。我觉得我不是网红，公司叫我艺人，我眉毛就连网媒都说实在太过逼人，太不平等。他途中还能竞争。先天条件不平等，是该要如何竞争？现在没必乱，有点尴尬。是个男人就该有担当，是个秃头有就该怕啦。我是第四个万雄身价，顺便介绍一下我的家庭背景。我爸妈知道我来参加，他们都很会。我老婆知道后，她说我一定没长内。我老妹不在这 man， 她叫去喝了啡。我的儿子会说，爸爸开车小心。阿爸阿母别担心，我这场回应，我会使尽全力，唱的回声回应。再次自我介绍，各位老板，我叫美丽。Yeah。真的不会打扰到大家哈。是否我太失败了？我怕你以后提到爸妈只能傻笑，想说的别人带的，想说你老爸太扯。要想到没有工作就会没饭吃，又想到为了工作忘记陪伴时，好想为你说鳄鱼刷牙的故事，即便这故事已说了不下五次。那下次换你说说你的故事，也许那时我已老到旁边站着护士，你还跟我讲些不中听的话，换我快猝死。说爸爸不好看，你想要收拾不想干了。出门之前就让我再看一眼。再看一眼，每次都如此惊艳。再看一眼，复习你所有细节。再看一眼，哎，你好像有高一点。不想留你一个人在家里捣蛋，想要陪你吃你的玩具早餐。即便你常常都在家里捣蛋，虽然你又是贴心又是好烦。相信已经做过多少次的晚餐，毕竟最终是更在乎你的观感。不想要对不起引起你妈的反感，如果可以，只想好好说声晚安。好好说声晚安。Good night 好好说声晚安。Sorry baby， Sorry， Sorry daddy 要上班，今晚不能够陪着你。Sorry daddy 要加班，今晚不能够陪着你。Sorry daddy 要比赛，今晚不能够陪着你。Sorry daddy 要上班，请接受我的对不起。Sorry daddy 要比赛，今晚不能够陪着你。Sorry, Daddy 要上班，请接受我的对不起。You， 这是 Bass， 来自剪刀声 ，Shout out to 剪刀声 ，What's up？ You， You。Sorry, Daddy 要比赛，今晚不能够陪着你。Sorry, Daddy 要上班，请接受我的对不起。Sorry, Daddy 要比赛，今晚不能够陪着你。Sorry, Daddy 要上班，请接受我的对不起。我真正可能，我真正好难，顶过困难，你嘛是真心的高。
我过来，希望的雨，爱上你的舞，我去攻的舞。才刚满18，就想讨媳妇，太 old school， 一年出一条霹雳舞，我头就开始秃。阿伯打你们，就改你混。安排到你 MV 来改你穿你们 ，Man， 我应该改你混，把名字穿的深。时间高傲，我都应该后来快点等。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个父亲，不敢相信我老早就成了父亲。温暖的拉已经是命中注定，背后的太阳我渐渐不化到玻璃。你是我的杯，你是我的杯，你是我的杯。